大家好，我手上的古海，今天大家再来这里看看广西民乐这边的一个风水宝地，这个叫大张点兵，是中式的一个祖坟。今天带大家来看看这里的风水和地理环境。好，大家跟着我们镜头一起去欣赏。首先我们看看这个案台怎么朝山，在明堂这边往左边看一下，再看一下右边，这个风水宝地的外形，它们左右的护月煞。打开卫星地图，在卫星地图上面看一下这个风水宝地的位置，红点上面的标记就是这个风水宝地。我们首先来到北流的民乐镇，从民乐镇来到杨梅岭，找到这个风水宝地。这个风水宝地是坐营上丙偏亥字。我们在卫星地图上面看看这个周围的环境，我们看看这个风水宝地的整体外形。我们先够再看下来龙，我们推到外面去看一下。我们在外面往白虎这边看一下，我们再看看青龙方。我们飞回去看看月星怎么来龙，这是这个风水宝地基本情况。今天视频就分享这里，谢谢大家。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，请关注下走向下。